Hello， 各位正统大家好。这一次大人物沙龙的主题呢是 Zenfone AR， 让你想象无限延伸。相信大家对这支手机都非常的好奇啊。这次的活动在这礼拜四，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赶快准备好问题，礼拜四上线问大人物哦。现在就让我们去看一下这次我们邀请来的大人物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森淼，欢迎大家27号上线问我相关 Tango 的问题。那大人物沙龙见喽，拜拜。Hello， 各位正粉又见面了，我是伊棒。我是 Alan， 想更了解这东海，一定要来参加大人物沙龙哦。27号下午3点，我们大人物沙龙见哦，拜拜。拜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ess， 想了解更多Zenfone AR的外观设计问题吗？请记得准时参加活动。我们大人物沙龙见哦，拜拜。各位认真的大家好，很期待和大家的互动。分享 Zenfone AR 的大小事，尤其是内部结构的秘密。我们大人物沙龙见哦。各位正粉，赶快准备好你的问题，礼拜四下午3点，我们线上见哦。